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花莲的清水断崖附近，有一个叫达基利部落屋。中午来这边用餐。然后这边的地还蛮大的，然后桌数也蛮多的。来这边以后，我们第一个先去找个位置，找个位置以后啊，我们到那个柜台，到这个柜台去点餐。然后这边点餐是以人头来算，一个人看多少钱，然后用合菜的方式来出菜，有一个人350的，然后这个是450的，还有550的。你的是这个？今天我们点的是350的套餐。你的这个啊？它有熏鸡。然后盐烤猪肉，然后香肠拼盘，高丽菜，炸豆腐，然后甘薯叶，牛蒡蔬菜汤，竹筒饭，姜黄饭，然后它的七叶兰热茶是招待的。可以打。来这个。我们今天点的是两人份的分量。这个你的，马上弄香。你的吗？你问我们说香雅叶。我给你好不好？不过你可以跟我讲，你刚才吃那个柳叶鱼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要那个表情怎么好吃？好吃。表情呢？要怎么表情？嗯。啊，这样子。炸柳叶鱼很好吃。那个竹筒饭是要用这个石头来敲，等一下我们来敲敲看。坤坤，你敲敲看。对。好，来大力一点哦，1、2、3，来这边再转向，来，磨练开，没有，再来，一开，这边一点点，来这样，抓住，裂开，你看，好，我们就回去，好，回去，老板，哦，裂开了，等一下打开以后拨开，里面就可以吃饭。可以吃，但是手要小心，因为这个割到手会流，那个会刺进去，所以这竹子就不要了，但会割到。这个皮我弄给阔阔吃，它就是竹子的那个膜，这是竹生吗？你试试看。竹生火。有可能竹生不生火不是啦。竹生火。蔬菜我没有给你。蔬菜汤。我要喝汤。啊，没问题。它有萝卜，有玉米，有红萝卜、白萝卜。阔阔喜欢吃红萝卜。对。木雕。木雕有的说很。哎，吃光光了。来看我在挑这个。吃光光了。有滋味的果汁吗？好了，现在。